南韓新增288人確診新型肺炎，連續7日達到3位數，疫情有擴散至全國嘅跡象。新增病例主要集中喺首都圈，大部分屬社區感染。上星期六光化門嘅集會，累計有53人確診，當中有30幾人參與過首爾愛第一教會集會。 至於愛第一教會群組增加到620幾人，並蔓延至其他宗教場所、醫院同埋養老設施等等。